着男朋友面吃土会怎样？哎呀，今天吃点新鲜的玩意儿。我操！新鲜的就是好吃。你听吧，就是。哎，别动，懂吗？我这当然是土啊。你懂什么？这玩意有营养，这里面都是农民伯伯教的粪。你看这绿萝长得多茁壮，我真的我多吃一点，以后给咱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伙子。我是多想，我还是想他妈是挺出来的，挺出来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呢？我真的是不明白，家里明明有电脑，老人还偏得去网吧打游戏，而且现在网瘾是越来越重。我今天一定要想个办法，让他心甘情愿的放弃游戏。记住这个表情。Later。你们怎么那么快啊？我现在充了钱了。哥，我可以上网了。哎呀，我昨天晚上都没啥钱，给你200块钱，晚上吃点好的啊。你怎么这么好啊？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，好像是说一个22岁的小伙子，因为天天泡网吧呀，才23岁就长成了一个老头的模样。真假的？哎呀，你看你现在都快长皱纹了，已经在开始越变越老了。那我当别人，我不能爽约吧？我不想啊，以后走在大街上被别人说你是我爸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出去上网了。别呀，你去呗，兄弟都在等着呢。我不去，我没有兄弟，我心里只有我媳妇。乖，我的好大儿啊，妈妈的好大儿。